现在手上有一块超级黑的东西，它叫做太黑门，它写吸光率 99.9%， 这是什么神奇的材质啊，超级黑，连反光都没有，哎，真的是超瞎趴的，随便拿一件拍片的黑色衣服来，你看你还是可以看到有微微的反光，等再来看到我们的太黑门，哇塞，什么鬼，真的是爆炸黑，黑色的帽子，太黑门，黑色的行动电源，太黑门，黑色的纸也会反光，太黑门，黑色的电脑，太黑门，黑色的荧幕，太黑门，拍片用的黑铝箔，太黑门，黑色的相机，太黑门，那这个真的是超级无敌黑，那这一间公司他们就是做一些什么世界最黑的颜料啊，世界最黑的布料啊，然后各种不同的，有些是有毛绒在上面的，然后有一些是可以水洗的，真的是还蛮猛的，各种超级黑的东西。那我觉得很有用的地方就是像是拍摄的时候，那你要拿来当另外一边 negative fill， 就是你要就是补黑的东西啦，那这很好用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拍摄物要当背景的时候，黑色背景也很好用，就不会有反光啦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是投影机，你要做一个视听的投影机的房间，那你墙壁都贴这个不是超棒吗？完全是风黑的状态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酷炫的公司啦。那很开心有认识这一间公司，我就在台北摄影展逛一逛，那看到他们的摊位，他们就很热心的送给我一片来玩玩看，反正拍摄应该有很多用途可以用到这个东西。那他们也有卖一大卷的，我看我之后会买，直接买一大卷来用啦，就这小小的比较不知道可以拿来干嘛，但一大卷呢可能就可以拿来做更多的事情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太黑门，超级黑的一块布的分享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赞订阅，我们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，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开箱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 Yep， My name is Kaiwan，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， bye bye。